好，那我们要再来第一首歌，不过我们要躲个太阳哦，调一下这个位置。这个我怕等一下东西会自燃之类的。对，现在这个平板超烫的，这个铺架也超烫的，吓死了。来吧。PA 大哥，我的这个的，就是参数可以跟那个他刚前面这位的麦克风的一样。哈？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我好像有点大声。哦，好。对，应该差不多，我们应该用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你的小声一点吧。哦，对对，我的小声一点点。好，好，先。爱你出现，明明的暗夜未。
PA 大哥，我的 reverb 可以再多一点点吗？谢谢你。太感动了，在这么热的天气下还有掌声，真的，大家应该都很懒散才对。不是不是，因为那个拍手也是一种运动，应该会更热，会流更多的汗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一样要带来经典的歌曲，它是李宗盛写的歌，然后他给一个叫娃娃的人写唱的歌，他叫金志娟唱的歌。对，那这首歌其实也蛮符合今天的状态，因为我们的这位歌手他是从基隆来的嘛，他也是千里迢迢跑来这个地方。对，所以这首歌叫做漂洋过海，只是游过来。对，不是游，他是漂洋过海来看，差不多。但有从台北跑步来彰化过，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。从台北跑步到彰化很快，真的大概4-5天就会到了。对，大家一定要尝试，一定要吃饱太闲，来吧。
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小心，大家记得多喝水，真的。你知道我这只脚快烧起来了吗？还是我们只有这个地方遮不到？哦，这个地方是烫的。我们可以把，可以容许我们把这个，我们就不要站，坐在舞台的中间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这样。好，继续了，可以，继续继续，可以。大家再坐就坐到角落去了，好像是。哇，天气真是吓死了，真的是晴空万里。一片云都没有，哎，吓死人！今天跑田中马的那些人，这个个都是勇者，对，但也蛮危险的。哦，对啊，刚刚看新闻说，好像已经有一个人倒地了。好，你可以靠过来一点点。好，那个大家记得就可以去乘凉，对，找有影子的地方，不然真的蛮危险的。好，对啊，这里啊，这里也有影子，摇滚区。那个木栈道，那个站板看起来很热。这里很热。那这样，既然叫我靠过来，那我们就唱个靠岸吧。啊？怎样？我们有排这首歌吗？没有吧？不管了，就这样。不要了，真的吗？好像可以哈。好。好。那个我们的表演有点随性，就是。我昨天刚来彰化，对，然后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先找个词，提词。大家有听过《靠岸》这首歌吗？它是一个叫做林雨中的歌手写的。我希望现在可以赶快下雨，太热。等一下，对，我是雨都来的，想要唱那个两只小雨伞，看会不会下雨。那我们就带来这一首林雨中的《靠岸》。却很悲伤。
业，感谢。再来这首靠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靠要特别加重？刚好换个气。歌曲，那它是一个台湾乐坛上面的这个，看看，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前辈，他叫张雨生。对，我们要唱张雨生的歌。今天这个天气会让人家想要去海边走走，所以我们想要来唱一首歌，叫做《大海》。这样子也能掰，但是我们这里好像离海有点远。因为这里是不是算比较靠，是有段距离，对，没关系，就来吧，望梅止渴。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
难怪我觉得它颜色不太一样，好酷哦，太可爱了。它怎么感觉很享受晒太阳？因为它们需要晒太阳。哦，它需要。哦，它需要晒太阳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延续刚刚张雨生这个歌神的歌，我们要唱他另外一首歌曲。啊？哦，林志炫，等一下才有。我们现在是张雨生怕，哎，张雨生怕了。啊，我们啊，张雨生怕的，现在另外一首歌叫《天天想你》。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，是昨天在前面那个稳定飞行的摊位买的。大家如果这衣服好看，也可以去买花衬衫。是我的思念。
我觉得现在在场的人都可以去跑田中马拉松，大家都很耐热。对对对，还有刚刚那只蓝烈蜥应该也可以。好的，这样那杯是要给我们喝的吗？给他的，好啊。欸、好亲民，好亲民啊！谢谢谢谢打赏，谢谢打赏。给我，我又想要叫你，谢谢大哥，谢谢打赏，谢谢打赏。很像在酒吧，人家会送酒给你这样。他会点歌不是吗？不是点酒，然后请你喝不是吗？哇，这个安装真的是很感人，真的很感人。我手机放在下面，我想要拍他们。哦，好啊，我们自拍这样。等一下，完全当演唱会在拍。我们先大家在那个。我怕他们等一下会不会走嘞？哦，是吗？好啊。太热了，对不对？快不行了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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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很困。哎呀，好啊，好。我们对他刚刚讲，我们昨晚上在干嘛？昨晚上在喝酒，没错。今天要跑半马的人，昨天两点半才睡觉。因为是半马，所以我才这样子。如果是全马的话，就直接去喝到，直接去那个起点。我们要带来一首跟酒有关系的歌，对大家。开车不喝酒。喝酒不开车，但是爱情酿的酒，但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喝酒可以跑步，好吧，然后跑步完也可以喝酒，对。
电脑的，好辛苦。哎、欸，你们完全那个不顾里防晒一下啦。对，你们有雨伞吗？在车上。在车上，好吧，那我也爱莫能助。台下有人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张雨生 Park 完是不是要换智炫 Park？” 好，那我们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在车上那个阿北的 Park 也不错。阿北，要加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首林志炫的歌，是《散了吧》，对吧？嗯。所以这首歌叫《散了吧》。他应该是，哎、欸，我不确定是他单飞的时候，还是尤克里的时候，但反正他就是散了吧，他就是林志炫的散了嘛。那个这样吧，跟他单飞应该没有关系吧？我不知道。
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林志炫比较冷门的歌曲，所以大家听过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刚刚这个志炫清亮派的歌，那我们现在延续这个清亮派的路线，然后唱一个。等一下，你好会延续啊。对啊，人生就是不断的延续。对，那好，我们一样带来这个一样清亮派的歌曲，然后比较慢一点点，它是蛮多人翻唱过的歌。他原唱是刚刚讲，原唱是唱的歌，然后还要变成有点那个卷舌音，因为这首歌需要有点卷舌。对，因为这首歌也那个有一个北京人也唱过这样。是的，他是原唱是李健。对，李健。哦，原唱是李健。他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。对，然后后面有蛮多人翻唱过，那我听的版本是费玉清的版本，大家可以听看看，这首歌叫做《传奇》。想你是你在天边。
休息一下，然后你换你们上来。那要准备冷场。好像可以哦。还是你觉得不够？哎，那个我休息一下就好，他不用啊。吉他给他。哎，可以，他说可以，他说可以。不要这样。我不介意。你不介意对不对？你不介意，反正不是你上来就好。喂，抓重点。哦，好。好。那这个再来。一首陈奕迅的歌叫做《爱情转移》，然后这首歌呢，因为它也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位伙伴他一样会唱粤语，就跟刚刚那个十年一样，他有粤语版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听看看他粤语版大概讲什么样子。他粤语版叫做《富士山下》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对。哦，富士山下。他是粤语，然后讲富士山。嗯，应该说他在讲，好像其实有点网络上有针对这个词，因为这个词也是林夕做的词，粤语版是林夕做的词。对，然后他的我觉得很多歌他有粤语翻成中文的话，他的歌词意境不太一样，因为太亮了。我想要看清楚你们这个太阳照下来直接，我觉得有点刺眼。这里有一个摇滚区，那这边有影子。我们刚刚一直跟这片板子这样一直移动。刚有一个人带那个鬣蜥来，蓝鬣蜥。蓝鬣蜥，但不知道是哪里的。对啊，你们过去可以交流交流。好了，我们来富士山下了。要吗？来啊，开始哦。好，开始了。开始喽。哦，这个爱情转移。
怎么还？哎，等一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厉害的事情？就是他不会讲广东话，但是他却可以帮我合音，然后而且好像煞有其事这种感觉。诈骗集团。对，但是你是用就是一直听啊，不然对啊，一直听，对，空耳听的。对，就是一直听，一直背。是吗？好棒的，哇！哇，好浮夸哦！回去下去领五百。那个鬣蜥在那边，可爱。他们有养，他们也有养鬣蜥。唱一个跟这个天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歌，一直在那边讲好，好，但是其实台下不知道我们在好什么。对，反正我们来唱一首跟这个天气非常不合的歌，它叫做夜。其实这边的人潮一直流动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个，比如说每十分钟强迫自我介绍放松，没有？这样经过的人会很想打我们，就觉得我们好像在多台前一样。这首歌是哦，它叫。团名叫逃跑计划 Run， 然后这首歌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虽然现在好热，但晚上应该有很多的星星，啊，因为完全没有云啊。好，来，哎，对啊，今天晚上搞不好看月亮看星星应该是蛮漂亮的。好啊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找不到存在的意义。
成高八度，太夸张了，开错了都。然后真的是很厉害的事，然后就还是在调里面没有走音，不小心调太高了这样。Thank you。那个现场演出总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。对啊，不小心唱到和声，尴尬，尴尬。那我们再来听歌。哇，怎么才2:18？我觉得大家已经快受不了了。大家都变人肉干的吧？啊，记得要喝水哦。对啊，这边好像买不到水，对不对？有咖啡可以喝啊，好喝的咖啡。喝的咖啡可能会更缺水。还有八宝粥吧？还有什么？还是有摊友想要上来自我介绍，然后卖个东西这样。工商时间吗？没错。好，今天这个天气虽然有一点热，但是这个地方，这么的热闹，这么的美好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，所以真的这样，你猜到我要唱什么歌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串，真的很厉害。这总是要掰一下的嘛。对，那所以我们要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，叫做《最浪漫的事》。对，这首歌很好用，这首歌平常可以唱，婚礼也可以唱，对不对？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觉得浪漫，都可以唱。对。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啊，我觉得他的歌词也写得很好，就在爱情里面，我觉得最浪漫的事就跟他的歌词想的一样，就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这样很棒。来吧，
哪里偷懒？没有吉他，哦，没有吉他，是没有。我想说，就是怕他一直听同样的结尾，也是可以，就是很腻。对 ，OK OK， 理解理解，赞。那就是，那我们下一首歌就直接都从头到尾都没有吉他哦。阿卡贝拉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的时间好像很多了，来，你要不要自弹自唱一首歌？不要这样嘛，从一而终嘛，有始有终嘛。我们应该记一下我们今天到底唱了多少歌，两个小时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听录音再说吧。那我们对啊，今天还没有唱到中国风的歌。中国风的歌啊，不是，哦，就有点老，其实也是可以，看大家要不要。好，那我们先带来这一首，周杰伦的歌，叫做《青花瓷》。调个音量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字是送你的一半。
椒不怕晒。你第一次吃西瓜棒棒糖吗？还是草莓棒棒糖？感觉不错。OK， 又来了，又好了。对，我们又好了。好，我们下一首歌，它是日文还是英文歌？好，反正它都有。它是一首英文很多的日文歌，这样应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可以这样。对，他们是英文唱很多的日本乐团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嗯。对。好，那这首歌它叫 One OK Rock， 是吗？对，这个团体叫 One OK Rock， 然后歌名叫做 Wherever You Are。对，大家可能就是听这个介绍，就是有点冗长，然后又没听过，但是歌没听过。但它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啦，真的，我觉得没。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听过这个旋律。好。Hello。哦，我觉得。那个 PA 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支麦克风可以调小声一些些吗？我的声音好像有点大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嗯。
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弹了快20首歌。啊，对啊，这样。哎，我们可以宣传一下。哎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北部人？我们下个周末会在基隆对表演。对。在哪里表演？你要讲啊？对，基隆的这个靠近基隆港，基隆海洋广场，那边有一个妈祖庙，那个妈祖庙叫做庆安宫，庆是庆祝的庆，安是平安的安。对，那它这个宫庙的正后方，就是有一间小的酒馆，叫做人生民谣小屋。对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六，对，10月19的晚上8点会在那边表演。对，那如果有在北部的朋友，非常欢迎可以来。8点到10点。对，8点到10点。对，欢迎。非常非常经典的歌，它只要吉他前奏一下去，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什么歌。没有，就是你可能不知道，然后但是你会跟着唱前面两个字，哎，有可能的，然后这是什么歌？对，可是那个原曲不是吉他，它是像萨克斯风吗？好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好，来喽。Thank you.
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而且我们也唱到这个影子终于慢慢变宽了。对啊，我的脚，我的脚刚刚是烫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来的时候，脚是这边是亮的，那边所以那个影子一直这块板子就只有这样。我们两个人，不够瘦，没有办法。对啊，塞不下。他们两这首歌，我们等一下唱的这首歌跟刚刚上面那首歌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他们的作曲人是一样的。大家知道《梦醒时分》的作曲人是谁吗？宗盛。啊，没错，就是李宗盛。哎，没事。中邪、啊。对。
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李宗盛唱的话他会这个样子。早知道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挂情深，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我还在意那一点点温存。从头到尾都能念得下，厉害啊。要知道伤心高音就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想时分。这个我是跟别人偷学来的。好了，好。我们下一首歌是，哎，共同点就是下面这首歌它也是李宗盛作曲。对，没错，而且哎，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李宗盛，然后唱的人是张信哲。这首歌叫做《别怕我伤心》。这首歌有一点点年代。嗯，对，如果有听过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跟我们的年纪相去不远。好，我不知道。Yeah.
这个真正的我们今天真正的表演。好，这一首歌就这个了。这个前奏基本上大家弹下去应该就知道什么歌了吧？这不是前奏啊，这是好啊演奏曲。对，好，这是最后一首歌了，因为等一下他们还要去赶高铁，晚上他还要驻唱。我等一下晚上，我今晚我还会在基隆唱，这边有等一下回到基隆的话可以来。好，下礼拜我刚刚已经听了两个小时，很多。对，下礼拜六我们还会在基隆唱。唱这首歌之前，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你自己？那介绍一下我自己，大家好，我叫做。我叫做那个，如果对我的表演，就是想要给一点鼓励的话，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是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“晴跑书画”，“晴跑书画”就是“琴棋书画”第二个字改成跑步的跑。对，那我非常的喜欢音乐，还有跑步，还有书法，还有画画，这样子吗？好，那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也是最近非常红的歌。对，也是我们今天最担心的一首歌，但是我们最后一首歌也是没有差的。好的，来啊，等一下呢，爆掉就爆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对。最后一首歌，留下一万年。
要在这边再多逛逛，多买买，促进一下这边的经济。还有两组表演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。